同一个年级百发百中，以全年班级学生人数最多的为准，不足的可以重复，但是一个人只可以重复一次。起点到折返点的距离大概15公尺，另外那个C点就是跟 D 点投篮的位置距离是3公尺。 第一位选手先拿着收集筒，在投篮C点的位置等候，由第二个选手开始，由 A 点运球出发到 B 点做投篮，球一定要投到进为止，投不进的，请你回到 B 点再做投球的动作，都投进了以后，再交还给下一组的同学，彼此内推。 完成动作以后，再由 A 点同学不可以抱着球，好，一定要做运球的动作。请同学记住，一定要做运球的动作。如果有越线的，还是没有投完成就离开的，我们没。 大会报告，我们在六年级趣味竞赛之后，将举行的是100公尺的决赛，是由我们全校各个三四六年级。 参加100公尺决赛的同学，你的趣味竞赛完成了，也请你直接到我们的总部处。